当我把女朋友给我的备注改成她前男友时，看看她啥反应。来电话了，圆。谁呀？骚扰电话。继续试探。哎，这不你前男友吗？好像是吧。接，万一有啥急事呢？接吧。哎呦，我搭理他干啥呀？早把他忘了，烦死了。是吗？生气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咋不理我呢？接我一口。困了，睡觉去了。这才五点。偷偷观察，这是干嘛去？啥情况？你听好了，我现在生活非常非常好，并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别给我打电话张啊，烦死了！这个头不要再出现我生活里，神经病吧你？哎，是我，是我。啊？是我，逗你呢，是我媳妇儿。哎，媳妇儿我。最近女友特别奇怪，偷偷摸摸不知道在干啥，让我一探究竟。哎呦，哎呀，换个衣服你脱一下。当我想亲亲时，哎呀呀，太困了，赶紧睡吧。就连抱抱，楼你睡。哎呀，太热了，搂啥搂啊？半夜还不睡觉，这是要去干啥？此事必有蹊跷。完了吗？完了。啥完了？吓我一跳，咋不睡觉呢？坏你好事心虚了吧？啊，一个朋友啊，男性朋友吧，人交出来吧，交出来吧你。啥朋友啊？半夜非得躲在厕所里跟他约会？你瞎说啥呢？人家医生还编是不？哼！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得病了，怕传染给你。哼哼哼，笨蛋，你说明白啊，美团上面的医生还等你回复呢，你看你都给人家医生整懵了，你得说出你的具体症状不就好了，人家才能对症下药。发送图片。原来只是过敏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下次生病别瞒着我，瞅把你笨的，看个病话你都说不明白。该，先把药吃着睡吧。那药没有。我怕你传染给我。